他们这个水房不吹给你啊，说那是我们的大妈说是这个妖女吹给你啊，妖女吹给你，我大妈早起出去，我跟你说黑脸早起他天忙忙的嘛，说这黑脸出去羊圈里刨粪去了。他刨粪去了嘛，刨着把靠田的手术的，就是今天那会儿田忙嘛，哦，一个田忙嘛，说去，说去，一个地洞地洞了嘛，地洞里个羊，一个那个地洞塌塌了，把羊圈门羊一赶着出来，把他夹着羊圈门说，把他刚就和他一个嘛，这就大了嘛，这就大了啊，被那是没房嘛，没房嘛，有嘛有洞嘛，哦，都大了，你还在那边出差掉哦，人大回了。你啥子啊？可这叫那会儿分大不急嘛，说是一挖一个直坑哈街，这几个都没人。一个砖儿挖哈街，一个砖儿挖还有这里几个。这大伙的门儿门儿挖的没了，大伙儿没了，没了，没了。可咱想起那个起那个困难的，现在年轻人呢，哎呀，确实。这个问题。哎呀，家伙，你家中那腰子怎么样？这个哈，嗯。小伙子，我今天还得再打个电话啊。九个。一二的三个，十二个，二的四个，比我多，十六个，后面的，我的月数，咱从中啊，三六三十，月数这么算的，我算了，我估计就是。你给我算这么一大哟，谁月的？你算，谁月算的？我给这三个，谁月的？三个，哦，二十二个，我给这三个，四分六个。这还月的不我算的，那是家庭嘛，咱是月的，四分六个。也才八个，不是十四个，一不拉的，一不拉的五个，十九个，农村的五个，不是二十个，都拉的两个，不是二十。我家是是二十。哦，二十。我们家。也是是，大女是六个，二女三个九个，老女是四个。十三个，十三个，还得多你今年那个羊一块在种哈，肉是大的，增大点大吗？没结哈吗？没着吗？一家都没着吗？我完了料都只是就能增大点大吗？那你们比再不比啊？这个比我吧，再不比了。比住吗？那还再不比？你就是你去做菜肉上去吗？那可长呢，可啊黑了半夜才下来呢嘛。做多吗？我问你走动啊走不动啊？啊，走咋走不动噻？那个走不动呢，你走不去吗？啊、就是走不动。你给叶三说，给说把你收上嘛。这大哥这一袋一边头两百个招呼的鸡呀，你是把这物质我做这个做他去做他去弄的就直接去看去，这就是弄你的发财才能去的。我试了，不再走了吧？哎，不走，就是去。你看那个手，头发都染的黑了哈。你是什么？哎，我不是真的。还搂着你。
咋的话出去出去接的咋都可就不又出来吧咋去分的走哟咋去的这话爸爸去下班了你那还扭着这俩那这边去死了吧这那会儿咋就是借了啊老人家带了拿家套去借了找了你一个扭一个扭着嘛我一个烧井，炊事。烧井炊事，不老说这这大把萝卜干，都吃了。哦，那是那说这不就是我弟家吗？那就是吧，我那个井炊锅干，那都是我文化大革命时间。炊事，把大家都炊了。烧井，烧井。把那个井一个包着。叫着出来一个包着烧着就不着吗？不着，受的是。哦，破了下边没有。一个就在这儿坐着就还不坐吗那个井就这么厚的吗坐上那个半身子就坐那个半身子吧我还坐着呢我还别个坐坐着就让你有就坐上那个半身子我好多一踏踏一踏踏对吧把那个井都当中说着呢曹操一辆车头着这个把走几站手着玩一站把要不然就是把这个回家肚子扒开底下回家特点底下回家特点把这个肚子这个路上可手着吃饭这样那个车到了个我拿的叫第八百车到了个在这柜里这个车我找我给护下来这就一把手了嘛这就说了看到太阳这里有一个理想就把我刻画了这理想这么发发这里吧在下这里吧啊这个月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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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大就是这样我上着这个玩的时间刻画的时间得在这阿姨前里嘛阿姨年里嘛黑里嘛闷里嘛这个还说原因里嘛烟里嘛这个还说不说这个二个这个嘛要脱离骷髅不是内切的你这个这个内切的你老内切的我还晓得这个原因是刻画的原因是再不了不完了要脱离这话的内切的爸爸内切咱你内切的开心呀你咱们谁也回答呀你原因是把你刻画的这个世界你还内切我还晓得了那些人那都两处都两处在下这里吧这个原因连这个说不说可好给了大知道你阿姨天你嘛阿姨怨你嘛刻画的是好大的事情嘛你一心归众嘛你这还得好大的事情我这种我这种看着他这说你要给我推水没的你没的我说谁说啥因为一日交通一日比他还脏个脏个十四倍还好不少的呢而且你到完奏下一一下你还说你给我推水没的说实话洗完这头你谁是赚的钱呀好然后一日后比他还都对呀你
没有，这是以后买的。收子。对对对的。对的，还有是比我是高的。老人摸个长的是下不得洗不到了吧？那个你去看到你说的木，你认为是过？哎，啊，长啊长不进来，赶紧啊！那个你们家楼间的坏，谁喊那个谁呀？后来有对比的粉比不多嘛，宁怎么还有人家说这的功夫，没有，那个你是个那个啥事喊的，后着后着那个考子正好并刚骂我，不得这年数搞这些真功夫，那个骂的，没这年数嘛，那会儿有多大的，那会儿睡得很着你们，这叫俺娘往上比分着，你不知道的，好似他打那会儿12嘛，我说那你给打他比一看，打他给比上一两鼻子。好多不比吧，比不走嘛，比不走嘛，随着你们，这都光一说围着过一路。看人家说你被子庄稼，一半个地基子人，一半个是头子，拉个也背着也。一个，我是拉起拉不多，一半个是牛嘛，我觉得那拉都是完你那个，那你记下着不啦？怎么记啊？昨儿个啥子那个掉？一半是人，一半是牛嘛。哦。那黄子照都是一半人。都是一半一个半人嘛，拉个比人。半个死人，半个死头子，头也拉不住，人也拉。活着，活着，活着，也是那块活着。哦，农村那会儿嘛，哎，得要喝，得要喝出了药嘛，害怕叫不工夫，真的我就是刚这个把这些家子名字给你们。头也出来要点儿，你看我这嘴里，你看我晚上嘛，出来时候外国活着是活着活着活着，那个狗子那个斜叉子嘛，哇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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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代、那一代头其实就可还受功夫呢。我呀，我在这儿吃饭呢。这儿吃啥呀？这今天咋缺你的？你得一点摸摸你今天的感觉无比嘛。哎，抓住你吧。五个正正对着脸是刚把爸爸断了嘛。啊，爸爸，你这。咋长一点，接长一点的嘛？咋这是确实？自家咋这手手的嘛？你这个。弄这个咋种办法？这个要真是长的。你是脖子疼吗？腿疼吗？这个你姐夫这是。你瞅着这。那个要话。爸爸那会儿就是好还要给你。啊？不灵，你是好要你。我不要哎呦，对，你给我看见，我好给你打啥东西，可是接新的吧？唐哥他，哎呀，哥哥呀，我不明白一点，我们这个三哥，你不管啥了，你咋了？你咋了？你管嘛的？爸爸不管我，接着回去。哎，走，那几天是你爷还老是你，那就说。